爱的、啊。可爱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OK。放一个演员，不带劲都在嘟嘴，嘟下来嘴啊你。一些滤镜妹啊，好，让你来判断一下，你觉得他有没有开是不是？有没有开？对对对对，这是第一个、哦、第一位，这个应该没有吧？专业的判断一下，因为他的眉毛的毛流其实都还在，因为如果开滤镜的话，你知道很多细节都会 不见，然后头发的发丝也都还在，这个还 OK 啊，这个应该没有。第二位是这个，这个有吗？这个应该有。但这个稍微强一点，刚刚那个如果是有开的话，大概30%，这个应该50%，因为我记得他本来脸就蓬蓬的，可爱可爱的，应该 OK。而且他遮住了，因为其实开滤镜你最好看的就是脖子这个地方，因为脖子一定会有纹路嘛。如果他脖子这个纹路都不见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滤镜一定开很强。但我觉得这些女艺人很厉害的是，她们脖纹都不见，对不对？但乳沟就是在。你说奇不奇怪？怎么会这个纹路都修掉啊？这个纹路怎么还在？我是不是？大家看一下这一位，怎么了吗？这位一定有开啊！就我跟他那么熟了，他本人才不是长这样呢。这个法令纹都不见啦、啊，然后他这个就脖子就没有纹路啦。你看，怎么可能有人脖子没有纹路？一般正常人都会有纹路啊。刚刚那个第一个30，这个50，这应该有85%之类的吧 ？OK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今天有把他们请到现场，让我来真的问一下。对，不是就只是比对一下而已吗？真的要比对一下，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修。好，我们来看要不要自己承认这样子。好好，嗨，你好，嗨，嗨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刚在旁边听到，我就想说我帅一点。明明我就长得一样。有一样吗？我一样啊。没有，我觉得你最后再来讨论。我跟你讲，后辈不要怕前辈，没关系，就可以说实话。我们演员都是讲实话，我都是是不是？没有，你们刚刚没有看到那个照片，但第一位安琪呢？我现在近看本人，我就是觉得他真的差不多啊。你刚刚那张照片有开滤镜吗？就是一，一而已吗？所以是1到10吗？还是1到100？好像是一。一有什么好开的？对啊，有比较白。哦，校正一下肤色啊，对。然后有时候我开一些复古滤镜，嗯，哦，就是、有一点好情境式的那种的。那圆圆呢？平常都是用单眼盘比较多。然后再后置修图，对，好高干哦，对，好专业，我的天哪，自己修吗？对，自己修，但是如果是用滤镜的那种，我还是会用，因为就像他说有很多滤镜，复古或者是色调，不同风格的，对，一定会用的，对，所以不是就是那种美女的滤镜了，就是是很多，还是会用美颜吧，还是会有美颜，就是哦，算是很诚实，眼睛好像会放大。你还会放大眼睛？眼睛都那么大，所以你眼睛已经很大了、欸。没有，可是你自拍的时候，如果有再放大一点点，会看起来更好看。所以是一点小撇步。对，最后一位要不要好好承认？1到10，你开多少？我有开，但我自拍2。你确定只有2？真的啦，只有2而已啊。那我先问一下，放大一点点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迷上滤镜的？一点点。你什么时候开始迷上滤镜啊？我还好吧。我觉得我还好啊，我这样有很沉迷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是没有滤镜的。哦，对，以前那个年代长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对，素颜的时候一定会。哦，素颜的时候你会稍微开，素颜会开3，对，这些女艺人，我跟你讲，就跟挤牙膏一样，你问一点，他们就挤一点，这样子。节目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节目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开滤镜之外，我希望你们很真实的面对大家，因为我们刚一开始有讲到说女艺人常起床的样子嘛，就是素颜的样子，所以希望三位等一下也以最素的样子跟我们见面。你们三个平常会素颜出门吗？如果去对面的话会，你看到什么留言了是不是？我是完全没有素颜出门过，我人生好像没有过。安琪嘞？我会擦防晒，对，一定会擦防晒。哦，还是会擦防晒，因为太阳就是很毒啊。对。那你们的防晒想必有非常多的功能吧？没有，一定有遮瑕，一定有拉提呀、啊，有一定有润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只擦防晒也没有画眉毛这些，眉毛已经雾好了，对啊，我、哦、都雾好了，好吧？哎、欸，他们无懈可击，好难攻哦。你们有落差吗？有，当然，我觉得有哎、欸。哪里最大？最明显？像我最近冬天就是这边脱皮，会干干的。然后雀斑，安琪呢？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候就是会去清粉刺，然后就会红红。所以你就只有肤色不均嘛，你就只有一点雀斑嘛，你应该。我
就是慢慢聊没关系。另外一个人，眼妆第一个是一定都会有差啦，眼睛会没有眼。没有，他们两个刚刚都没有讲到眼妆啊。因为他们太做作了。你们要是眼睛画了有画跟没画都一样，在你干嘛画眼妆？素颜眼妆，肤色会不？因为我是属于比较偏黄的人，嗯，所以我要是没有擦底的话，我真的皮肤看起来就会很黄，然后就会很怕人家一直叫我去倒垃圾，很适合倒垃圾的样子。他们都只讲一点点，我不信。我觉得真的要来卸妆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你们妆前妆后，真的就像你们讲那个差别，好不好？最近没有去清本子，所以答应的。有有有有有，我也刚清完哎，我也清啊。那我也要，我昨天没睡觉，开始早先打预防。卸了啦，卸了啦，来。哎呦，好，三位的卸妆棉跟卸妆产品已经准备好。想请问一下罗伊塔，你那么大碟的卸妆棉的意思是？没有，是他们塞给我的，我没有装那么浓。OK， 三位请动手。好，真的都要卸掉，我今天七点就起床化妆，傻眼，哇，那么辛苦，那么美，一开始就不陪我化妆了，化多久呢？罗伊塔也太牺牲了，把连双眼皮贴都撕掉了。眼睛直接变内双了，垂瞬间垂下来。好，三位现在已经卸完妆了，妆后都很想看别的地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会建议刘海撩起来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其实你刘海撩起来很漂亮，对啊，你很适合撩起来。哦，我以前都是留中分哎，那你干嘛剪？真的可以批评人家的发型？你不要这么愤世嫉俗，好吧？素颜整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变嘴巴变更坏，反正大的也没有人认得。可是我觉得罗莉亚梳妆比较年轻。真的吗？客套话吧。客套话。我觉得她化妆的时候眼影都很重，感觉很浓，感觉更凶。但你没有发现安琪到现在一句话都还没有讲，而且一直遮住，然后就说怎么了？因为我去清粉真好红啊。你现在有很不自在吗？对，因为我很在意红红的呀。啊，很在意红红的。那你们觉得现在卸完妆之后，哪一个部位是你觉得卸完妆就算没化妆也很有自信？就是我没有沉稳。罗伊塔呢？最有自信的地方？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。我觉得就是那个肤色亮度很亮，是吗？很白。我怎么觉得你眼神又没有对焦？他没有在看我。没有对焦，我发现你化完妆，你的肤色看起来更黑。你卸妆完比较白，真的吗？所以是挑错粉底的概念。粉底挑错颜色了吗？会觉得你故意用很深的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故意。就是化完妆会像菲律宾的那种。哎，安琪到现在头还是只看左边，还是正？你可不可以看一下正前方？安琪一直这样哎。因为我很红啊。哎，牙齿很白了，牙齿。卸完妆最有自信的部分，牙齿很白。因为皮肤很白，所以就红红很明显。对啊。那你最有自信的呢？就是鼻子吧。鼻子。对，真的。他真的鼻子真的好看。还在侧一脸，还有他的坚持。因为我要看给人家看鼻子。哦，你要给人家看鼻子，不要遮嘛，我们好好聊个天呢、啊。所以来台北多久了？不到一年。还不到一年。有最喜欢哪里吗？吃饭啊，或是什么？吃火锅吧。我们镜头在这里啊，很不自在，很不自在。他会不会被我们逼疯？现在就等一下就要回国，没办法好聊天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觉得至少你们三位很勇敢的面对了自己的素颜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让你们重回自信的方式，就是你们在还没素颜的时候要做一些挑战。还要挑战，让我们重回自信吗？你觉得你素颜怎么样可以最有自信？睡觉吧。睡觉。自拍可以吗？不行。不行，演员可以自拍吗？五连拍吧。可爱的哦。可爱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，OK。好，安琪带来是素颜任务。你还强调素颜？音乐请下。是网页店母哎，设计搭配的。哎，哇。青春洋溢，对啊。
开始有点不自在了。通常跳这种不是都会对镜头放电影啊，放电影下，放电影下，放电影下，然后那个勾引镜头啊。不要沮丧，你不要沮丧。他转过头还是这样，怎么会沦落到这一天？没事，很好，可以。他刚刚很认真的回眸一笑。好，请跳舞。可以可以，请回座，请回座，辛苦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回家一定要看这段播出。不要。罗伊塔，接下来你压轴了。反正我现在就这样子了，就来骂人好了。应该也没有人认得出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 ，Action！ 我今天呢，那两个小查甫出来，真正是最袂爽的啦！你看那个演员，无代志都在嘟嘴，嘟什么嘴啊你？还有那个安琪，一看就是个狐狸精，哎你呀！你有什么资格骂人？到底有什么资格？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好烦哦、喔！你有觉得压力很大吗？压力很大呢，等一下回去要推他追踪。哎、欸，你要这样子？还是那个龙姐来装扮可爱吗？不行啦，我没自信，没有说这一趴，不然你用装嗲，反差一下。演员教我一个，你就说比比，赶快起床。真的是刚起床啊，好烦哦、喔！好来喽，咦，赶快起床好不好？这个一定。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是短烂桥段啊！我真的觉得这男朋友一起床，然后转过来就这样扒下去，就扒下去。